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注意，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86面，186面最后一行，十佛世尊，生死论定，开为两号，以佛为第九号，世尊为第十号。这是讲经论上都有如来十号有开合无共。头前也有讲过咯，这个所在再搁再讲一摆。因依涅槃经，合佛世尊为第十号。下面甲咱解释佛家格言。诸觉觉他无觉满，三觉圆满，故称为佛。佛这字呢，是对印度梵文翻过来啊，对语音翻过来。梵文这字呢，称佛陀也。中国人较爱简单，噶这个尾音噶省去了，所以有当时啊讲佛陀省去一个也哩，称佛就省去两字，连陀也拢省去。伊个意思呢，有两种啊。一个是地，一个是角。讲地呢，是对体相讲；讲角呢，是对用相来讲。地呢有三种地，就是一切地、多种地、一切种地。这是这里里面的含义。来呀、啊，有地，外面才会当角。这个无地呢，要按怎会当角呢？所以用角里面啊，就包含地。地是体，角就是用。有用，当然伊若无智慧，伊那当起用。所以用这里里面就包含着地之内底。地这地，咱小块来讲一下，一切地。是地法啦，中相，法是宇宙之间一切啊万法。慧能大师开我咧讲诶，人生万法，宇宙之间一项都无漏去，完完啊，完完呢？用一个总代名词来讲，就叫做法。通常呢，马甲分开来讲，分开来是六字性，一切法的体性；相呢，是一切法的现象；思、理、因、果，用这六字来代表一切法。跟那是这个法性相。理数因果拢在其中，一个也无漏去啊！一切地呢，总相是什么呢？总相是空啊，叫万化皆空。因果嘛是空呢，但是诸位要知影。
咱嘛常常听佛法内底有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这个话是安怎讲？因故是甲万法同时生起嘅，万法若空，因果乃未空嘅道理呢？不过呢，这个空，哎呀，正强即系空，用嘅是高级词咯，也就是讲妙觉位啊。回归到上一讲咯，回归到自性咯，这心就无咯，无回归到自性拢有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十宝庄严土内底有因果无？有啊，只有上一讲内底无呀。十宝土内面说，十宝土内面所居住的人。这尊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该是诸上仙人故会一处啊。啊，诸上仙人，这不是普通人啊，法身大师啊，华严经上，初诸以上。而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归向、十地顶格，一个四十一个位处，呼十宝庄严土，不是普通人会当住的啊。但是经中啊真特别，所以就叫难行之法咯。一切经教内面无这款讲法。诸佛刹土内面也毋捌看到，无听讲过，唯独极乐世界有共款，已经特殊啊！啊，凡行动基土的人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嘛做阿维瓦帝菩萨啦。阿维瓦帝菩萨甲诸位讲，都是十宝土的居民啊。地位上低，拢是原教初祖。伫咱中国习惯上来讲，大家拢嘛是啊，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的人啊，伊毋是普通人。啊，这个是安怎呢？这经常甲咱讲啊，真清楚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这就知影咯。啊！咱今仔日学佛，要伫这个一生当中解脱，啊，永远脱离六道十法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迄就是啊，去做佛啦。为什么阿维瓦帝啊，都是啊，做佛咯？啊，完整三不提。圆满啊，就是三种不提，你拢证着。啊，唯不提，唯不提是阿罗汉；行不提是菩萨啦、啊；念不提是佛啦、啊。你拢证着了。永远都未退转，到极乐世界。决定证到妙觉高位啊！西方世界给你做保证啊！啊，无比殊胜的法门啊！这是讲第一个谛啊，一切谛，一切谛是。按化改空，这个现在知影了。读了《华严观》、《华严经》就知影了。
那讲物质现象一记，就像形式嘛是安尼是，心经上讲啊真清楚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即就是物质啦。就像形式亦好如是，拢同款呢，嘛是空啊。呀，你知影这件代志咯？而且你肯定伊咯，你也证着伊咯。这个人什么人？阿罗汉、辟支佛，所以超越六道轮回啊。可是有道之间呢，在十法界已经庄严呢，究竟是安怎呢？而在拢总是空呢？但是为什么有这款的现象？为什么有这物件存在呢？这阿罗汉你都唔知影咯。菩萨知影，所以菩萨的智慧比阿罗汉较高。菩萨知影讲，这个啊一切法，这个种种是形容罪啊。有种地都是道理，这种种法的生起是个什么道理呢？菩萨知影，为什么有这个一切法？伊到底是按怎呢？菩萨知影，阿罗汉就一种地，一切地，无道种地啊，菩萨有一切地。有道种地，啊，成佛呢？啊，注意讲，原教初祖的成佛，这个所在讲的菩萨是啥人呢？是法界菩萨啦，阿罗汉嘛的是法界，自性法界。成佛不是啊，是法界佛啊，是法界佛也未用。一切种地无证着，只用着一切种地就超越是法界。但如果提升了，就到初祖，比较啊是不透气了，就真正成佛了，不是假。所以佛有一切种地。一切第一啊，宗雄啊，这个啊，都是啊，一切第一啊，道中第一完满，是一不是你啊，所以叫一切中第一啊，这个佛所证到呀，起作用呢，就是说起作用是自家觉他的觉满。阿基证就是主角，主角了后啊，一定教化众生。那有十法界，这个十法界是包括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十法界，众生有感。佛有应，是佛陀内面的四十位有发心大师拢有应啊。这个应有一个条件，通常讲佛不度无缘的人，总是跟你有缘呢。那你有缘的人啊，是太罪太罪咯。你也不是一生一世啊！你过去无量劫来，你十法界来对多劫啊，特别是啊六道，六道来对每一道都嘛得大劫。哇，这句话讲，
十界六道里面，甲你有缘的众生就真多真多咯。无论是善缘是恶缘，良缘也是正缘，只要有缘，有干嘛你都有应，感应都高啊！这个感应，文大科学家嘛有甲咱讲，我看到这边伊是对印度来，讲是咱人的身体有七个轮。伫这份的资料里面呐、啊，这份资料，我想也能印出来，和各位同学来呀做参考，对咱学佛有真大的这个帮助。是的，比较啊。这个科学家所讲，咱的身体就像电台同款，是一个发射台。咱的意念会发出去，嘛是一个接收台，变化界虚空界信息，咱拢会当收到。接收呢？为什么咱收到？别人的这个信息呢，啊，别人有感，咱收到了，收到自然都有应啊，这感应就高啊。啊，众生啊，信息波澜，有当时啊，伊怎样？你可能救护菩萨。有救护菩萨非常明显的感，护菩萨有应无？有啊，你确实收到了。有一挂是咱家己唔知影，自己迷失，一个菩家己唔知影，护菩萨收到了。咱伫这个头前学过。啊，咱伫头前学记，十二分教，十二分教内面有无文自说，那就无感咯，其实有啊，是啊，敏感。哎呀，古的是《弥陀经》，《弥陀经》无人去请，不过是按他讲，这个所在众生根性色咯，本来会知影色咯，众生有信息发出去啊，会当接受这个法门咯，不收掉咯。所以无需要问问，伊就会开讲咯。这个感应度高啊，不可思议啊！特别是大乘菩萨，大乘菩萨习气是安怎断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应该是安怎渐渐克离圆满呢？这都是咱啊，中国啊，古人所讲的“教下上中”啊。最好的修学方法，
是教学。古人讲过啊，现在这科学家嘛有讲过，嘛有提出来，最好的修学方法是教学。这就是觉他，觉他呢，就是教化众生，这个觉满啊，圆满，什么时候才会圆满呢？众生太多了，要真多我还没教到的，法门嘛真多，真多法门我还没学过啊，嘛还没教过，要安怎圆满呢？这个圆满不是啊，对外，是对内啊。你的无始无明习气断尽啊，就圆满是这款代志啊。断尽咯，你就正啊，妙觉位咯，妙觉就圆满咯，是这款的道理啊。这叫做觉满，叫三加圆满，这称作佛咯，这是究竟圆满佛啦。以华严经称为妙觉位，啊，顶觉也个未圆满，顶觉住是报土，妙觉位啊，回归上集功咯。啊，上集功就是啊，大圆满咯。上集功内底那讲物质现象无咯，精神现象也无咯。那自然现象拢总拢无啊！伊啊存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伊实际法的本体，伊空嘛是一为体。那无这个体，虚空也无了，哪有虚空？所以伊是一切法的本体。那。接触未到啊，佛讲咯，这件代志为证弘地啊。什么时阵证到呢？伊也唔是讲一下就完满证到，唔是分分会当证到。哎，都是伫十八土内底，伫十八土内底四十一位处啊，分分啊，拢会证到。所证到的天亲不同。啊，十足菩萨正较浅，十地菩萨正较深，到阿妙觉圆满了，这是佛啊，所以佛敢会袂去教人呢？无这道理。啊，佛用什么方法去教人呢？佛示现菩萨身份来教人。教化一切众生啊！啊，教化是法界的这众生，咱真多的同学，相信啊，未少人听过，过去。英国藤伦比博士讲过一句话：“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明学说和大乘佛法。”伊也无详细讲，那要安怎来解脱这句话呢？孔明学说是什么呢？人家听到孔明学说，马上就想到四书五经、十三经，这未用的。啊，咱是对君看起啊。啊，儒家的君是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君是《感应篇》，
不改军事是玄业多。这三个军会当普及教化众生，就得效果，是不是会更加简单一点啊？论语里面讲咯，这是儒家上讲的空外生灵啊，灵外出离啊，灵异这两字会当代表儒家。人家爱人啊，好地呀，食即为人之本物，所以人的根本啊，都是好地。那宜家顺利，要换一句话讲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合情合理合法，这是宜呀。第三者里面最重要的是利，利是什么呢？利就是自性啊，利就是本性本善啊。论语里面讲，辅助之道无他，用书利益啊。所以咱出仁义。朱中书代表孔明的学说，也这个精神就抓到了。要安怎落实呢？用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落实。啊，精神是理，仁义中书，仁者爱人。以家顺利啊，重视什么呢？重视真心啊，你的心体当中不偏不狭，这个中啊，不偏不狭是真心，偏狭是妄心，疏啊。也别讲究这个疏离，原谅所有犯过失的人，原谅所有做罪业的人。为什么？因无人教，这犯过失啊，疏多啊。去帮助现今的社会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。书佛法里面有无有啊？我伫咱这部经上就讲过。贤人不贤啊，不识道德，唯有误者俗不怪啊，这是俗啊。你啊，看到犯过失的人才多，来原谅伊啊？为什么无人教伊啊？也贤人知呀，唔知道德，贤人是父母啊，阿公阿妈，咱做父母。咱那中国传统的教育，佛法包括在其中，至少也淡掉四代到五代啊。将军这个世纪咯，无人介意啊，世风日下。东方的人如是，西方的人呢？西方人嘛是安尼，嘛是无人介意啊。所以心行不善啊，多作罪业啊。
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。要安怎来应对呢？用佛菩萨的慈悲，真行慈悲啊，用孔明的仁义，用书一笔勾销，袂搁再去问了。希望大家用心来做人啊。啊，重新来教导，咱来把圣贤教育提起来，把宗教教育引起来，咱大家做伙来学，过去所做的一切拢唔通去问咯，拢唔免去讲起咯，咱的心就定咯。啊，想要做，当然最重要是要做一个榜样。啊，中国的古代历代这些帝王，帝国平天下，伊拢有一个榜样。这个榜样是什么？是一个城市。有一个城市呢，皇上所徛的迄个城市，较早叫做京师啊。京是大诶意思，师是师范啊，是模范啊。这个城市是所有一切城市的师范榜样，你们来学，都来家来学。所以以前的修道称经师，这个意思真好啊。住伫经师的人，若无修法，方向阁见小，那就无民主咯。较早做皇帝真歹做咯，为什么一归东啊，拢都爱做人民的榜样啊？把人会当啊，较马虎一点啊，伊袂当马虎，伊爱守规矩啊。你甲看早起的时阵，三点就爱啊起床，上朝，袂用困啊爬袂起来啊。啊，这种生活对虽然都养成啊，啊，这个皇子啊。诶，住啊！伫这皇宫啊，皇帝这的儿女啊，三更太公去敲门啊，就甲因啊叫精神了。啊，四点就要上殿咯，早朝啊，上殿真歹做啊。上界爽快就是百姓享皇上的福，所以总得要有一个城市做一个示范，然后慢慢推广。这会做出广泛的影响，这个影响偌大呢？也影响周边的国家。啊，看到这个典范好了，心好靠好了，主动清醒向你学习。尊奉你为天主啊，天主不是人奉的，是大家奉恁的。天主管无管啊，每一个国家拢独立的，
中国统一，秦始皇才统一。秦始皇以前，拢嘛是一寡这个小国诸侯，九条八百诸侯，八百外国家，九是天子，天子无权的啊，只是啊，别人真正尊敬你，你是以德行教化天下，是啊，榜样示范天下，是这意思。这个未当讲唔知影，孔子心目当中最敬仰的、最仰慕呀，就是大同之治呀。大同之治真正有，唔是理想啊，做到了。尧啊、舜啊、禹啊，拢做到了。你问大同篇来对讲，王起以后啊，上周三代是小康，孔子、明子生在乱世，春秋战国，周朝的末年啊，春秋战国。孔子生在春秋，明子生在战国。春秋战国差不多有四百多年，乱世啊，所以这大圣人出来了。来教化众生，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流传于何时啊？中国人称孔子为集大成者，大成至圣先师，尊明子为阿圣，尊重传统文化，这个文化源远流长啊！佛的文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，是一般人未能理解的文化。为什么呢？于是佛法相承啊，所以这经常讲的啊，你看这地讲的啊，经文尾后一句，在世教授四十二劫，这话是安怎讲呢？啊，咱这地球整个地球的历史啊，无四十二劫啊。这个劫是大劫，这个大劫就是一个星系星族坏空。四十二劫是这个星系星族坏空四十二拜。所以佛法这个物件爱静啊，伊是科学。不是说佛是这样说你们就听相信就完了，不是这样生啊，佛爱你们自己去证，理想有时间是空都没有，思想有啊，有多少对真有啊，啊，四性法界内底有，但是伊无障碍；六道内底有，伊有障碍，四性都无障碍咯。
啊，到十八土的时阵，你才真正彻底明了。佛讲呀，慧净弘地是伫咧十八土啊，也都是呀、啊，这个也都是凡教初祖，别教初地。啊，我这边啊，你完全家己明白了。啊，明心见性啊，伊这个，所以学佛大心爱对佛之理爱认识清楚，所以是啥人呢？不是家己啊。凡人经常讲起真多咯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。如果讲讲啊，只因信啊。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，是家己啊，不是别人啊，就是你啊，有资格觉他。你现在无圆满，你有智慧啊，啊，那现在一切智无了，唔知影讲万法皆空。但是真多这个法安怎来，就要学真多科学，学真多常识。啊，因讲的是真的也是假的，不管是真是假，讲啊真多，咱嘛学真多。啊，宇宙安怎来，大爆炸来。现在量子学家无承认大爆炸，大爆炸是讲未通啊。量子学家发现这个宇宙的起源。啊！佛法如来是如君，无量成有啊！伊啊对遮讲，这个有有最初的是啥物件？能量、知识、物质，这是阿赖耶的三世相。能量阿赖耶业相，知识是阿赖耶的转相。就是阿赖耶见分，物质呢？阿赖耶境界相，三世相的境界相，相分呐、啊，不容易啊！这是科学证实了佛经，科学家讲咱现代的人。已经啊，唔是生活伫这个物质的世界，生活伫倒位，生活伫量子的世界。你会讲啊，真丢啊！以量子来看佛法，会增长智慧啊。也会得到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。你知影这个宇宙万法的真相，你袂阁迷惑咯。诸事待人呐、接物，你都知影讲应该要安怎来做，那都是佛经里面的戒定慧呀。啊，咱中国传统文化内面的五伦五常诸位八德，量子甲这个相应啊，咱各看下面合赞、合赞曰：不假敏感。以诸感悟，何能觉他？下面啊，是一个比如，比如有人觉知有差，差无能为啊。这是佛的经上比如。不觉。刹那，伊啊趁机会，会当啊，
好道理的财物啊！如果你讲我知影讲伊是一个贼啦，伊唔敢甲你偷。为什物件碰见时阵啊，肯定就是伊啊，所以唔敢落手啊。这是啊，用来比如讲个意思。你比如什么呢？啊，第五贼，贼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这物件是贼啦、啊。你若讲真正觉悟咯，你也敢未容易咧？未容易咯。也是这个比如里面的真实义啊！啊，咱实在讲，无量劫来，就这个贼的害，这个贼无在外口加贼啦，贪嗔痴慢疑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贼啦。也何能失去自性？本来有的这个啊智慧德相，就害在因的手头的呀。现在咱明白咯，无要用伊咯，未贪咯，未嗔咯，啊，未痴咯。对佛菩萨圣贤教诲，未怀疑咯。对台一切众生未骄傲咯，拢会当啊，我倒转来改过咯。啊，咱啊回归自性，自力可待啊。这就是各地有差啦、啊，差无能为啊。有佛名地家，有地道轮回。不得经言地价，这个钱是要钱。鸠摩罗什迄个时代，地道论是迄个时代翻译的。地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众生所非众生所，无常无常定，一切诸法，菩提树下了了各地，故名为佛道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第一就是智慧现前啊，是真的不是假啊。这个佛的标准是明心见性，诸位同学都要知道佛出现在世间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都是教学。众生根性无同，所以佛有种种无同的方法，所谓啊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八万四千不是一个数字表法的啊，表大圆满啊。众生啊，各种的无同的根性，不拢知影，不拢有方法来教导你，帮助你回头，帮助你觉悟。那佛这个方法对倒位来，是自性来对，反逆如是。本来就有，不是对倒位来，不是恶来，自性来对本来有的啊，大家人拢有啊，自性，大家人啊本来啊拢有的啊，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讲得这么清楚，只是咱迷失了自性。那像这些能力都嘛失去了，其实无啊。
那无为什么会当现前？伊有障碍啊！啊，障碍有两大类：烦恼障、所得障。烦恼障的内面，佫分了三大类：见思烦恼、定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啊、如果这些烦恼你都总放下，烦恼自性来对本来就无的啊。没了以后，我认为心是我，对心产生自私自利的妄想，对啊，自私自利去衍生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啊。佛教导人无八项帮助你啊，感悟认识家己，然后把你的烦恼习气给淘汰去啊，慢慢啊，把伊放下，你就回归自性了。自性内面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上好。通中现前呢、啊，这是佛陀的教诲啊。佛陀教咱呢，咱将来修行就的，全是拢家己自性本有的，佛什么都拢无好难啊。这还怎样？但是咱未咯，不是以教导。那哪会知道回头呢？哪会知道家己已经未歇啊？所以啊，这个问题一定要感激，哎，常常有感恩的心。啊，所以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，知道现在众生所。做是数量，我拢知影。为众生所，为众生也是咱现在所讲的，是物啦，空物啦。佛法里面讲的有情世间、气世间，气世间是非众生，非众生所。无常无常定，什么是常？常是永恒不变，无常是刹那刹那拢伫咧变。啊，一切法的自性是常，无常；一切法的现象是无常。我伫菩提树下。生无相正定正觉，伊无一项唔知影，就称伊为佛陀啊。啊，伫中国咱国家翻作戒假世尊，所以有一款寺院用戒假。作为名号的大觉师，这是啊佛师啊。佛教的道场，由佛一切智慧成就过，过去啊、未来、现在，真不真、动不动，一切世间了了识，故为佛陀啊。这就是咱头前讲的三种智啊，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智慧成就啊，所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真不真、动不动，一切世间
了了色，色就是第一色，就是明白。什么叫做真？什么叫不真？什么叫动？什么叫做不动？啊，真不真实，对理想来讲呢，用尽浑圆啦。到个安怎才真？回归自性才是真。啊，来啊以下啊，拢嘛是不真，无穷尽。就是讲无真正看到事实的真相，完满的看到，究竟的看到，不动的是自性啊！啊，动的都是现象。一切世间三种世间拢包括。有情世间、气世间、第一正觉世间，第一正觉是圣人的世间。我无一个唔知影的，以上啊，拢嘛是讲这个分离，或是家己啊。知影了后，但这一生当中，爱甲生活作为咱一生努力的第一个目标啊！你做婚咯，我讲做生意会用咪会用咧。这间任何行业拢会用的，你知影讲佛是智慧一干五，无论做多一行拢会顶尖的，拢是佛啦。佛在多位，佛在各行各业，佛在男女老少，一干五啊都是佛啦。对咱人间角度来讲，佛真正是第一好人啊！啊，无得比的好人啊！伊是世间上界好的人，无论做多一个行业，这个行业内底顶尖的这个好人，有智慧，有能力，知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是属于德能啊。下面讲咯，世尊，原名不徛凡，完毕众德啊。为世勤中何好世尊？在中国，咱习惯对咱所尊重的人，拢加着这款的福。伊佛法内面嘛是安尼生，这是一般人对佛尊重的称呼，称为世尊、这世、世出世间呐、啊，最值得咱尊敬的这个人。
咱平常讲尊敬的这个某某先生啊，用尊敬的啊，这个世尊是尊敬的意思啊。梵文称菩提梵，梵比呀众德，有德行的人，圆满的德行，伊拢会具备咯。那伫咱中国咧讲德行，十二字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伊也拢总具足。这是对人尊敬。在佛法里面，讲这个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习善业，这拢是德啊。修持三规，不着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也是德啊。啊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也是德啊。你看恶道是啊，啊，他上大乘啊，你甲看这这。十句来对，得讲了九句啊，合只讲一句啊，头上大乘啊，后面是劝进行者，那是教化众生。对这所在来看，佛法多重视这个德行。那不是完璧众德的，那哪成佛呢？啊，由此知影，圆满的德行啊，是伫自身内底本来就有的啊，不是外面去学来，拢是性德啊。啊，明白这以后。在诸规定的113项大事，性德本来就是安尼啊！啊，咱迷失了自性，迷失了方向，迷失了做人的根本。不是违背了性德啊！佛菩萨慈悲，是现在世间教导人，帮助人回头是岸啊！所以。咱就要用修德回归性德啊，这就圆满咯。这是世间人所尊重的，所敬仰的，称之为世尊。行识论十合品法，如是高众啊。有足，有三世十方世界中尊，何名世尊？这是行识论，修行的一个宗派，以行识论建立的，成为行识宗，这个内对马公教如来十合。后情教好拢总古教，所以请世尊为世出世间
一切众生所尊敬的。由《地道论》以佛为第十好，以世尊为故十好啊，尊德之中好。《地道论》内面都十一个好，第十好是佛，第十一个是世尊。世尊是什么？是中清。头前啊，十种好拢总具足，就称为世尊。这拢嘛是开合无同，无处开合消异，异无不同。世间自在王如来啊，在这地说明佛的十种的称呼，因佛真正是万德万能啊。在这地，咱啊最重要的。啊，佛的动修是来了解性德，每一个人拢嘛有，唔是讲佛独有的啊，是一切大众拢总拢有啊。伫伊的身上显示出来，伊做到了。啊，咱应当努力的修学，伊做会到，咱嘛做会到。我看下面呢，这个经文，在世教授四十二劫，是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。这段的经文是汉译的。经文第181页，这段是经文啊。以佛啊，诸世啊，弘法共四十二劫，以佛啊，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啊。这段是能做老技术的注解，对这所在很就明了，一切诸佛如来出现的世间龙马是以职业教师的身份，伊是来教学的。教学的方式，肯定甲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同款。为什么呢？中国古人所讲的身行言教啊，你若无做教，你安怎去教人？所以啊，你啊必须都家己爱啊做教，你才会教别人身行言教啊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伊老大人所教导咱的，伊拢做教。啊，咱甲伊接触，无话通讲，袂当无回复啊。伊啊，教咱放下烦恼习气，已经放下。教咱放下一切身外之物，去表现互咱看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
咱袂当讲无背负啊，一心教学，无收学费啊，有教无累。在迄个时代，印度嘛是一个小部落的时代，啊，拢嘛无形成统一的国家，啊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啊，所以大国就是大部落，小国就是小部落，国王呢就是啊部落的酋长，是这款的时代啊。啊，中国历史上所记载，伊个江西，伊个国家方圆呐，一百里，这就是大国。啊，小国五十里呀、啊，三十里。啊，咱去读古代历史。中国江西，也就是咱居民所在地，北面啊，黄河的北岸啦，南面的到中江的南岸，就是这么大一块所在。有偌济国家呢？周朝是800外国家。所以天主主要知影，那是大家啊尊重你的德行，愿意啊向你学习啊。拄到疑难杂症，拢会向你请教啊。就这个国，定个公司，一个800外国家来对一个示范。啊，伊呀、啊，是办家上好呀、啊。如果那是咱现在咧讲，迄就是一个官啦、啊，是一个官。那是用咱现在来讲，迄就是一个官，是一个市。我先先前讲呀，这个上供啊，这个我论我想思维不得，领导人拢嘛做到，干部拢嘛做到，人民拢做到。都、就是这个城市的内底，对顶到下，大家拢做到。人就入去这个所在，这个主场，好嗨啊！啊，感受都无同啊，我想要跟你学啊。为什么做袂到？啊！伊做袂到是有原因啊，无人个教。道理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啊，你讲教育有偌重要？酒驾为什么会当和天下这些诸侯拢尊你为天主呢？有一个啊，你应该想看卖家教好啊，啊，就是文王的时阵才起来，才形成这种的局面。前人拢啊，积德，恁老爸王贵，伊阿公太王，
几代啊，拢积德，拢会当甲文祥道德做甲真正圆满啦。在这个小国内面，得到人民的拥护，看到国王迄款呢，大家拢认为为榜样，拢改恶习，就形成一个风气啦。中国幅员遮大，族群遮多，遐尼侪小国，祖祖连连啊，听到这风气呀、啊。知影这个所在是示范点，拢来看啦，拢来学啊！自然形成呀，所以中国家教啊，这个、理念自古以来就发人重视。这款代志啊，认真做啊！大汉来对，讲这个方法，吉无弟弟，诚意正心，求心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这套方法拢嘛教你咯。只要你认真去做，拢会生性生贤。所以这个典范是安那形成圣贤形成的呀。所以称王称圣王，圣贤的政治啊，圣贤的家庭啊，这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。建国国民教学为先啊，建立一个国家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教育。古代总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，这个祖师不能颠倒，教育放在最后，社会就动乱，教育放在第一位，一切拢为教育服务，人人重视教学，大家人拢好学，就变成风气咯。这个社会自然重地求安啊。青年人拢徛大地啊，老师的地位。对经文内面来看，在世教授四十二节，你啊对这句话来看呢，你就知影讲这个时代的人福报偌大，寿命长就是福报大。你注释四十二节啊。这个摩尼佛当年在世，住世八十年，教学49年，伊甲咱表演的是30岁开悟，孔老夫子是真相师啊，孔老夫子啊。15岁有志无学，立志
有学问，三十里里，十五岁到三十岁，学了十五年，十五年就有成就了，也是不断的向上提升，数十不歇，智慧现前啦，慧未歇咯。五十知天命，天命是什么呢？因果教育，知影因果咯。六十逆顺，逆顺是什么呢？用书之道就是逆顺。咱佛法讲大慈大悲啊，七十岁随心所欲不如故，祖祖连连啊，不是故意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五伦五常诸依八德，自然就相应。做到自然的啊，唔免去思考，自自然然啊，就完全相应的性德啊。伊老大人七十三岁走，释迦牟尼佛七十九岁走的，释迦牟尼佛教学四十九年，开悟了后就开始教学。孔子学成了后，学问啊成就了后，伊心目当中非常仰慕，就讲观众，这是啊，伊心目当中非常仰慕，希望要学因啊。周游列国，目的呢是希望讲有国君，正义，用现在话来讲，忠正。嘛，希望讲得到这宰相的这款的位置官位，典是伊的抱负，伊会甲这个国家治理甲亲像甲酒共款，亲像这共款，这个观众伫咧做宰相，这个大帝啊。武王就周朝国君的时阵，周的国君周公夫景啊，伊是兄弟，周公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人。夫周夫王，一个境界，世世代代让人怀念仰慕。孔子想要学因，结果去真正侪国家，无一个国君要应伊啊。所以最下咯，六十八岁咯。看讲也无人咧应伊啊，这个念头就死咯。转去因老家去教学，所以啊，辅助教学啊，只有五年。六十八岁转去啊，七十三岁就过身咯。啊，伊教学成功，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。有这好的教学的成就，
和什么呢？真情啊，一丝毫虚伪都拢无，而且所改啊，家己拢做到了。所以甘霖至亲吗？成功的教育啊！如果老师甲学生家己无做到，就无可能会收到。真像孔子设下一贯的效果，家己啊必须爱做到啊！讲到圣人，家己是圣人；讲到贤人，家己是贤人。做榜样来给学生看，身形言教啊！啊，过去我伫汤池做一个小实验，目的伫倒位呢？就是要甲传统文化做一个实验，给大家看。你看现在有录音无？做出来了后，那就放弃咯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代志是国家做的啊。我无忠贞，我现在身份是出家的佛弟子。出家佛弟子的使命是什么呢？讲经啊，教学啊，做这行的啊，这个社会每一个人各行各业，家己个本行做会好，然后个各个行业合作合作，社会就会安定啊。社会就会和谐啊，社会啊会中低啊求安，社会祖祖连连的向上发展啊，每一个行业拢是港外人，用中国传统的话讲，拢是圣贤君子。原来讲未好呢，那是中国各个关系的好朋友，嘛是全世界的好朋友。今仔日的动乱是全世界，多一个国家，多一个地区，无希望讲安定和谐呢？拢底下咧五望着啊！这无方法啦，中国传统文化内底有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拢嘛是过去是严格啊，拢做到了，大同小康拢做到的，汉朝文景之治，唐朝贞观开元。明朝永乐，清朝康乾，拢称为盛世啊，拢是属有啊小康。他主人。就是讲生活的小空来对念念不忘大同啊，大同是圣人啊，小空是贤人啊。中国人讲圣贤君子啊，圣贤都要靠教育，
所以建国君民告他为先。无读圣贤书，免爱当成圣贤呢？圣贤书内底排名第一的，排名第一就是大乘经典，就是圣贤书啊。大乘经典目标是来教人做佛、做菩萨。佛菩萨永远是古教师的地位，职业教师啊，终身的教师啊，有教无类啊。佛教人做了非常好的示范，换一天就教一天。这个牟尼佛四十九年，无听讲到一天放假，无啊，经常无记载。学不严，教不惯。为什么呢？这来都有法器呀，无比的快乐。孔子所讲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啊，就是法器呀。佛经里面讲的啊，法器充满众生欢喜心。地位啊，是什么？天人师啊！对这个四十二劫，会看到迄个时阵的人，福报真大，有这长的寿命。阎罗伫遮讲啊，真好，佛祖说方法，用四十二劫，现在无咧佛祖说啊。风化宫七十九年啊，但啊，中国人通常讲虚岁啊，八十岁，佛祖说啊，八十岁。所以这个四十二劫是讲佛祖说四十二劫，是因为诸天及世间之人民演说经文，演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你看。说的是讲解，你看演是心行，说是演说。因啊，现在我来讲真理啊，永恒不变的道理啊，这才会当称作经啊。无受时空的限制，就称为经文。三千年迄个时阵，佛教是真理，伫今仔日也是真理，无改变啊。伫印度教印度人是真理啊，传到东方来教中国人，也阁是真理啊。那是安尼，教六道教十法界，性相的意思，因果永恒不变啊！讲论都画家都要。大多这些方法要啊，是重要，最重要呀、
精华两江压着，下面甲恁解释多食甲五之路呀，道路五下轮滑，多义文和为涅槃路，就是多意思。这个义是多的义理。安怎讲呢？叫涅槃路，行出灵王涅槃城果，这大半涅槃呢，大乘佛法的方向啊，目标啊，都嘛伫即地。无论是啊，倒一部经论，终极的目标拢不是大半涅槃。这个是印度话，涅槃是印度话。在苦集灭道内面，凡作灭，灭什么呢？灭烦恼。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三种烦恼拢总断了。你的明心见性，又叫做般若盘。啊，咱现在用这个啊比较较听有的话来讲，回归自性。所以大乘的经论呢，是帮助咱回归自性的一条大道啊。生活之道，佛道最究竟、最圆满，用佛道来行人道。也有什么话能讲？而就是咱世间所讲的圣人呐、啊。所以，伫中国人称呼是大圣，这个意思嘛，真正认识懂的啊。有花严大疏，这是清凉大师的所抄，里面讲了，通知佛果果明道啊，这个、意思跟古下论的这个意思是同款，会当啊通达到佛的这个果位，所以这叫道。这条道是真长，是真遥远。如果咱把理论、方法、境界拢弄清楚，认真去修学，修学的秘诀。就是看破放下，早年张家大师传给我，什么叫做看破明了？你安怎明了？你就爱啊靠经论，一般人。拢是中下君性，大乘教内面上中下君，拢都爱依经典，你才明了。
只有上上君，那是伊的神君，神君福德非常深厚。伊唔免啦，学真侪物件，伊就会开悟。为就伊真正那放下，真像慧能大师啊，迄种人。我初学佛的时阵，三个老师唔捌见面，但是这句话是三个老师拢有讲，完全讲的同款。叫我学佛啦，绝对唔通去学慧能。甲我警告，伊讲你唔是迄个根性啊！你若行迄条路是行未通的。而且甲我讲，慧能啊，慧能以前无拄到即款的人，慧能以后到今仔日也无拄到第二个人。伊讲迄是上上君啊，天才啊，唔通去学啊！上中下君拢爱啊，根据啊经典在遐读书，慢慢的提升。可是这内底重要，你啊明白偌济呢，你就放下偌济。你才会当个向前来进步，就是境界搁在提升。如果你放未落，你无办法提升。张家大师甲我讲，即像爬楼梯同款的啊，真像十层楼啊。你无放下第一层，你哪会当去到第二层？到第二层啊，无放下第二层啊。你来当去到第三层，由此我才体会到这个无法修行的功夫，无别项就是放下。啊，若放未落呢？放未落，你所有物件拢变作佛行，变极乐。啊，所以佛学甲学佛是两回事。佛学你未当得受用，你所得的受用是世间的名利。这是现在啊，真正明显。伫学校确实会当摕着佛经写论文，会当摕着博士学位，会当做教授。佛学家名利你能得到，但是名利啊，也是命内底有的啊。命内底若无，这个名利也是摕袂到。这个因果道理就伫这内底啊。所以学佛甲佛学是两件代志啊。去创佛学永远啊是袂当啊脱离六道轮回。你老师的话讲咯，该安怎生死也是安怎生死，就是讲随业流转啊。可是学佛的人无同啊，学佛人也超凡啊。特别的是拄着修净土，修净土呢，就真可能在这一生当中，永远超越六道十法界，这个太难得了，这真正不容易啊！你那是有机会去拄着这个，你是无比的幸运啊！一生当中都会成就，拄到其他大神是袂用的，你也绝对袂当超越六道。
为什么你见思烦恼未当断？哎，都真功夫啊，真做啊！见思烦恼若无断，六道就未当出去。在六道内面啊，下心修心，一个投胎，这个代志不会记哩咯。你想看麦，你都要搞多一生，多一世。即会当甲过去生中累积个即物件，会当甲记着咧。以后啊，是无可能个代志啊。现在即个世间有催眠术，催眠术你会当啊，发现呢？是记起心中的片段，你对片段当中会当啊，明了真正人是有轮回，你无办法离开轮回。但是你一生学佛、念佛，会当往生。你啊，不是人天的孤无啊！啊，佛的好处就是一地啊。你佛法内底无算什么孤无啊？佛法内底咧讲小故，是阿罗汉。那你六道算是小故啊？你啊，生死心法界，会当脱离心法界，这才是大故。你讲偌无容易啊！所以净土法门无比殊胜，唔只是释迦牟尼佛赞叹，十方三世。无一尊佛未赞叹，一切诸佛如来，无一尊如来无抗议的真实弟子求生净土。连华严经上，毗卢遮那佛拢嘛无例外，你就会当想到讲，这是啊。无比殊胜啊！华严经到尾后，文殊普贤，这是毗卢遮那佛的两个助手，率领着华藏世界41位发心大师。去极乐世界，去跟阿弥陀佛学，表演给咱看，伊是真的，伊唔是假。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跟咱讲啊，真清楚啊。菩萨在华藏世界修行，对初住到妙觉啊，需要3A阿僧祇劫，但是到极乐世界去修行，唔免用一劫遐长的时间，无需要，伊就成就。成就快速啊！往生到华藏世界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真正是无量劫的分修，到华藏世界
成就真慢。如果叫做世界，你叫做成就。真像咱这款人，无量劫来拢伫咧造业啊，唔是咧修行，是咧造业啊。所以咱现在这个业的习气遮重，修行哪有可能遮尼重的习气？是造业啊。所以一边烦恼拢袂断。今天来对五大类偷一个心结，咱敢会当断呢？你敢会当把心放下呢？心不是我，现在量子科学家也有讲，身体不是我，身体是刹那刹那的生灭。伊过得真好，五分钟以前的我，甲五分钟以后的我，已经唔是一个我了。这内底变化真大了。凡是有生有灭的，拢嘛是假。科学家现在嘛是讲这个，什么是真呢？不生不灭是真呢？这个甲大雄讲的是完全啊，拢同款的啊。所以净土啊，就可贵咯。咱会当去拄着呀，真正是拄着宝咯。啊，这个物件真正会当帮助咱这一生成就，而且快速成就。哎呀，怎爱认真做啊？哎呀，真正念佛当作一回事。啊！爱甲阿弥陀佛放咧心内，心内其他拢全部该扫甲清清气气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偌久时间呢？咱看净土圣贤咯，看往生端内面差不多有一半的人，一半以上。三年成功咯，也有未少啊，较唔免三年啊，就成功咯。前几年，深圳吴中昌技师三十出头啊。甲咱做一个榜样啊，做一个试验。你也听讲三年念佛成功，伊就试验闭关三年，每天念一部无量寿经，其他就念佛号，就是一句号念到底，两年十个月。要个差两个月抹三年呀、啊，有的时机，伊去叫了世界去了，真嘞也唔是假呀、啊，伊也甲咱呐做三转法轮，做净转呐、啊，伊甲咱做证明、啊，你看都遐尼容易成就，到叫了世界，主要怎样？阿惟越地菩萨啦、啊，不得了啊！我伫即个讲经是劝大家啊，伊伫遐咧做榜样啊，啊你看，啊伊去遐遐自在，遐尔啊飘撇啊，啊即个世间下个清清气气，一丝毫贪恋都拢无啊！哇！个人讲2001年，
现在到2000空一里还会付啊。2000空一里因为是12月21号还会付啊。啊，咱要认真来做，再咱来都唔免惊啦。再咱来咯，咱来去叫世界去啊。再咱未来咧，未来嘛应该来去叫世界，到叫世界偌好啊！啊，何必伫这世界咧受罪咧？下面解释。多法者，即涅槃正道之法也；多妖者，佛道之出妖也。如赞阿弥陀佛偈，内面有一句话讲：救穷多妖无障碍啊！如者，我甲注意讲这个黄仲昌医师这个故事，真正啊！值得咱反省，值得咱来学习。所以2000空一里对咱实在是太好了。克己处境，限定这个日期叫咱去成佛咯。好啊，非常好，无比这更加好。甲阿弥陀佛放在心内，其他物件拢甲。放下，我相信无一个是未成功的。今仔日时间到，咱就讲到这地。